再过不久你就会失明了，你最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就算没有任何人相信你，我也愿意相信你，所以让我们放下一切吧。李幼罗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，只是在利用你而已。那个家伙现在已经放弃一切，他选择自暴自弃，所以就故意说谎，说自己是故意的。对世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装的一副光明正大的样子，但对你我就装不出来，对不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只属于你。